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，就像花一样，如果你喜欢一朵长在某颗星星上的花，那夜里看天空就会很温馨，所有的星星都好像开着的花。比如你下午四点来，那么从三点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，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。你是我的菜，是我最想拥有的依赖，别再奇怪